萧炎师妹，要是种不完这几亩灵田，长老来了肯定要怪罪的。是啊，萧炎师妹，你才入门几天，得罪了长老没好的。就不，种田是不可能种田的，这辈子也不可能种田的。师妹三思啊。小球峰里面个个都是人才，师尊还帅，我超喜欢里面的。我还带了师尊最喜欢的桂花糕，这次拜师一定能成功。啊，这不是笨蛋师姐吗？小师妹，我一看你就是因为胸肌过于发达，导致了经脉堵塞，一会儿师兄帮你疏导疏导。仗着自己是长老的孙子，恶心，呸！反正上一世也有过这事，我记得结局是师尊在关键时刻出手吊打了张傲，不过现在嘛，让笨蛋师姐吃点苦头，是让她和我抢师尊。可是我穿越后，师姐拜师的时间也提前了，万一这次事件也有什么变动，算了，还是看看去吧。师姐等我。你个废物资质的小娘皮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不要过来。老子的爷爷可是张长老，能被我看上是你的福分。我师父也是长老，是小乘风。一个元婴期的废物罢了，老子只用了10年就筑了基，更有望百年结丹，300年化神，到时候还给我舔鞋刀。哎呦，呸，你个垃圾，就你也配辱骂师尊。本以为只能拿下一个，没想到又来一个。快到哥哥怀里来。留着你这种混蛋，只会把青蓝宗的米吃贵。喂，笨蛋师姐，一会你先跑去喊师尊。小师妹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啊，怎么可能，速度这么快。给我死。太慢了太慢了，你还没练气入体，凭什么和我筑基修士的。死，给我死。小妹妹真努力，你是在给我热菜吗？小师妹体力真不错，看我的御剑诀。师兄我错了，可以和解吗？哼，这就对嘛，既然无法避免，那就要学会享受。就是可不可以让我师姐走，她是个傻子，脑子不好使。那可不行。快跑！臭女人，你敢阴我！我师尊绝对不会。哼，你真以为那个叫王灵的废物能保得住你？你不行。很好，我要当着他的面把你们两个变成炉鼎。对不起。哦，这时候求饶晚了吧。对不起师尊，我食言了。这个鬼侠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全脉奇。其实在上古时期，绝脉还有另一个名字，仙灵根，即星辰之灵，藏天地于内，灵气浩瀚，万夫莫敌。但是末法时代，绝天地通，随着灵气消散，原来的仙灵根也逐步退化，最终变成了绝脉。绝脉一旦开启，便会疯狂摄入灵气，但此间天地灵气污浊，无法满足的绝脉
最终会吞噬使用者本身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绝脉修士跨大境杀人，如探囊取物，凡人斩元婴易如反掌。啊！怪物！妖魔！邪兽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杀你之神。这一拳是你辱我师尊，这一拳是你调戏师姐，这一拳算了，不想了，我打死你。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，饶了我。不过限制我用这招的是上一世的师尊，我也不算食言了吧。恕子而敢，爷爷救我。小辈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的孙子。臭女人，现在乖乖的跟小爷走，赔个不是。小爷我说不准饶你一命。聒噪，区区化神，上一世我不知碾死多少个了，给我死！